是这些专业啊，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定数啦。像道德的那个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形而上者之谓道，那形而下者之谓什么？之谓气啊。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圣人啊，他们把时间投入在弘扬这个道，所以他们成就圣人。那我们凡夫啊，我们一般人，可你把时间都投入在做那个经营你的后天的东西的事业，那你一定会有所成就啊。这个就是形而下者谓气嘛。你是落在后天，一直在去追求去努力，那会有个气，这个气叫做什么？那个气啊，器具的器啊，那个器材的器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好好去做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器材。一个器材就是代表皇帝做什么用的，对吧？啊，可是这个气啊，它怎么样？这个气哦，同那个刚刚讲那个气啊，生气的那个气哦，气体的对吧？哦，这个气是也是气，表示什么？它是有一个气数的。哎，讲皇帝第一句，讲皇帝也当这些有气数的话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说它是被限制住的啦。比如说像我们。刚刚讲啊，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，你要很认真的要去做一个科学家好了，可是你天赋不够，你没办法当科学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天给你限制住啦，这个气是有限制的。还有可能你当科学家可能只能当个几年之后，你人死了，你还是就没了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形而下的东西，我们一直去追求哦，它还是有气数的，不是我们决定你要赚多少钱就能够赚多少钱。哦，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。我们在讲，就是说，人没有道的话，我们不懂得去追求道，我们可能也很投入在做很多事情，可是我们成就的也只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而已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圣人一样，他们用一样的身体啊去做，他们就成就圣人啊。这个待会后面会讲，我们这边先讲，就是说，重点还是什么？我们要一个要怎么样？要我们要是投入正确嘛，就会有所成就啊。那可是我们要是投入错误呢？哦，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都投入在不对的地方，就会怎么样？哦，大家可以想看看啊，会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利益感情哦，啊，因为比如说人家说你投资错误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倾家荡产嘛。哦，啊，就会什么，就是钱都赔光光啊。哦，一样啊，那个小孩子念书啊，他明明就是可能明天要考什么，结果你去念考国文，你去念英文，他就有可能考不好。哦，那一样的这个道理，就是说我们。用一样的身体，一样的时间，我们去做，我们要是做对了，我们就成为专业，哦，就像在道场上也是啊，哦，投入道场，你也是道场上的一个专门哦，哦，那投入错误的话呢，就会，哦，落入六道轮回啦。为什么？人家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落入六道轮回？哦，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喻啊，哦，其实这个六道轮回在讲的不单纯只是讲说，就是那种。佛家在讲的轮回，其实这个六道轮回，我们可以从现实哦，就是世间的六道轮回来看啊。其实我们世界上真的就是六道轮回啊。譬如说，像那个什么，我们现在物质很发达，每个都去追求啊，都去追求那个物质文明啊。譬如说，有的人我们觉得什么看到什么东西很好吃。他都要去追求，要去吃那个东西，然后就一直追求啊。譬如像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吸毒啊，哦，啊你他染上毒瘾之后，他为了吸这个毒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就一直去想办法拿到要不要钱嘛，还可以买那个毒品啊，啊就可能会去偷啊，会去抢啊，哦啊了不起是自己赚钱嘛。啊可是他就是已经什么，已经落到那个要吸毒的这种因缘里面去了，所以他就会一直落在里面，一直这样循回下去啊。啊，像我们也是啊，我们要是把时间都投入在赚钱，那你再赚钱，你赚到钱，哦，买了一部车，好，我改天要再赚100万，再买一部更好的。那有人没赚到了，买一部更好的，我要赚个200万，买一部 BMW 来开哦，然后一直轮回，一直在那边那个塞那个车口，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，绕不停啊。所以这个其实，在我们现实那个现实的世界，其实就有轮回，就有六道轮回的存在啊。哦，啊，但是在转到跟我们道场上师长在讲的。你每天都很喜好去享受你的，譬如说你的眼睛好了，喜欢看好看的，然后你眼睛就会那个人家说什么物以类聚啊，就说你不自觉哦，那个眼睛很灵敏哦，你看到旁边有个很漂亮的马上就知道转过去哦，那个眼睛的那个就变得特别强哦，就像有人喜欢赌博有没有？他很奇怪，他可能搬家搬到那个新的地方，他马上就知道哪边可以赌，为什么？
他就是那个感觉哦，特别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听人家讲，他说哎，他一下子马上就知道哪边有的毒了，就跑去毒了。我还想想好色的也是啊，他可能去到一个新环境哦，他马上哦，我们都不知道门路在哪的时候，他都已经知道了，那很奇怪啊。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特别，当我们都执着在去追求某一方面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有这一方面的领域。像后雪也是啊，后雪喜欢很喜欢电脑的东西嘛。那那个啊，只要网络上去哦，原本我都不知道什么站哦，有什么专门在研究电脑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子摸摸摸摸，后来就知道了，知道一大堆，这个站是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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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很清楚哦。啊，可是人家是跟后雪讲说，哎，哪边有什么很好的那种在讨论汽车的，后雪都不知道，然后也对这个没有特别有兴趣啊，都找不到那个网站到底在哪里。啊，同样的啊，像要是有一些人他是研究音乐的干嘛，他就知道哎哪边可以去找到那种属于音乐的东西，然后那家里主妇都知道。